美咖。哇。还好吧？阿妈，我恶心嘛！一脚击中，一脚击中眼睛了，击中眼睛，击落了，被击落，被击落了，被击落，太准了，对不起。哎，还好，小心小心，被击落。我们这几位都是值得敬佩的 Lucky Tangle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在球场上啊，有时候一表演，我还有看到那个从后面怎么样掉下去，这边整个撞高，哎呦，一窝车，然后继续跳出来还是。哎，很漂亮，真的，继续专业，专业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对，有这个人吗？有，亲眼看，还是不是你们这一团的？可是别队，别队的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只会用一些小动作。踢到脸啦，而且他穿高跟鞋，哎呦，要求很痛的，是踢到左眼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有点，有点红红的。结果我亲眼，自然腮红啊。所以你看哦，表演就是这样，有时候还是有一些风险。有，很辛苦。我们艺能界也有。到目前我眼睛看过了，在舞台上挂掉。舞台上挂掉，亲眼看到吗？千哥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吗？真的挂掉。谁？你亲眼看到？台前幕后了，包括你看，我们有灯光师，是是。哎，那个是得金马奖的灯光师，哎，对，从上面砰下来，哇，好可怕哦。我们有乐师，哎呦，对，我们有。歌手艺人，所以每一个行当里面，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安全的问题。有。之前云溪也是啊，在舞台上，我吓死了，我以为是我挂掉嘞，他肋骨断掉啊，我是肋骨断掉，你跳都断掉，肋骨断掉没关系啦，我以为是安全裤整件掉下来，那才没关系吧，肋骨比较痛吧，对。
哎，你是肋骨怎么样？为什么你后面你是撞到东西？往后摔，就舞台有一个很高的那个，大概一层楼吧。啊，直接那边很暗，然后就这样坠落，坠落，对啊。然后录影中断，立马挂急诊，送医院急救。阿娘喂，阿娘喂，小徐都过了，小徐。对了对了，啊，你们有在小巨蛋表演过啊？啊，我们昨天那个全上表演，然后因为云溪在那个桃园，对对，比较忙，对，然后我们会合啊，对，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其实在就很嘈杂的环境，然后练这首歌。我们是昨天刚练完，然后就今天就直接上了。然后因为小巨蛋声音就很吵杂，然后我们在那边也没有镜子，我们就这样硬练了起来。不会不会，表演的非常很完美，对啊，看不太出来，有默契的人，对，你刚刚哪是默契啊？你刚刚说我要唱，那拉对手一个是一个吗？女团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办一场全上？开玩笑，没有参加过，再一起参加。这个就看得出来他们好感情的，开玩笑嘛。对呀，那个林湘那有一天在节目里面，我就跟他聊，他累到哭了。哦，他太辛苦，而且他变很瘦，对，太辛苦了，他都没什么睡觉。但没办法，就是女生比男生复杂嘛。哎，你不要看露露这张脸，这化很可爱啊，这个化妆要化七个钟头。7小时，我们男生无所谓，随便抹一抹就上去了。辛苦了，女生要卸妆。对，没关系，保养保养重要。我最近也开发了一个卸妆油，很棒。好，你我卸妆油你也做，又有卸妆油，送给你们。你听听品牌会不会红，好不好？我要我的卸妆油叫做卸太后。哦，可以。人家都说，哎，我再大概说一说，不不不，我说错的，你有没有发觉？我这一生说的全部错，基本上都命中。因为知道我秘密最多的就是露露跟点子，我们死死的握住，因为我们也有把柄在信哥手上。你人生就是不断去实现它。对，你看，哎，我也做内衣裤，哎，女生的。哇。对，在中国大陆很大很大的工厂，我的内衣裤品牌，搞不好你们听过。啊，有是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我那个叫做，人家不是有维多利亚的秘密？对，我那个很接近。维多利亚的秘密。我是维兜里的秘密。维兜，很像。哎，你这都很有梗哎。对啊，有比较有可以。这个可以。啊，然后谢跟那个谢女生的叫谢太后嘛，还有专门出谢男生的，叫谢霆锋。那个是在止吐泻的，泻的啦，泻药，在治疗闹闹的，那泻药。他也有卖男生内衣裤，叫什么？本来是想要叫就那么一点鸟事，啊，那厂商他一 logo 他亲自塞不进去，哎，老板，我们这个哈，塞不进去，前面小一点，我说好吧，那用这两个字，他就去注册。